在演艺圈延烧。金钟视帝吴康仁先前被网友影射喜欢乱搞男女关系，在网上引起不小讨论。吴康仁也特别针对此事发长文反击网友，怒轰真的是睁眼说瞎话。不过事件的风波似乎没有影响到他的心情，还在一日去看了音乐剧，并在二日晚间开心贴出与友人打麻将的照片。只见画面中可以看到他拿着一颗红钟，弯头靠在自己的麻将旁边，对着镜头笑得超级灿烂，同时还开心直呼不可思议，不敢相信，自摸绝张红钟。而且眼尖的网友还发现他不只拿到绝张红中，还是回一色的牌面，可以拿到超多台数，似乎成功从 MeToo 风暴后转运，拥有绝佳好运气。